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修康，这里是麦克云课堂。话说啊，虚拟的 Windows 需要关机吗？如果虚拟的 Windows 死机了以后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在虚拟机的菜单栏里，我们能看到非常多退出虚拟机的方法。先看这个关闭，它呢就是我们常规的关机。点击关机之后，系统会自动保存，然后进行一个关机的流程。再次打开虚拟机呢，它会像我们电脑开机一样重新进入系统。既然虚拟机的硬件配置都是模拟出来的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方法来关闭它，关机反而显得有些不方便了。直接点击窗口的红色关闭按钮，就能瞬间退出虚拟机。下次打开的时候，只需要短暂的恢复，就能马上进入到之前的工作状态。这种退出的方法叫做终止，也是我使用虚拟机最常用的关闭方法。点击菜单栏上的暂停，就能暂时停止虚拟机的工作，降低功耗。再点一下就能马上恢复，这个是不需要读条的。这个重新启动呢，和平时电脑的重启是一样的。如果你面对的是一台普通的电脑，系统死机以后会怎么办呢？肯定是找到电源键长按不松，那么虚拟机里的这个操作就是停止和重置。停止相当于你长按电源不松来强制关机。而重置呢，就是相当于你在长按关机之后又松开点了一下开机。如果虚拟机的系统死机了，不用着急，点击重置就可以了。掌握了这些操作，虚拟系统的死机就不再是什么难题了。好，在下一期的视频中呢，我将分享虚拟机里面文件管理和共享的方法，这可是重点哦。想了解更多的 Mac 技巧，请关注 Mac 云课堂。那我们下次见。